肩放松，手腕放松，依托你的左肩，保持呼吸均匀，沉住气啊。重要的目标的，一会儿拼刺刀的时候，留在原地别动。哥，鬼子来了。不用紧张。等我开枪之后你再开枪。那个好像是新四军长官，干掉他！他不见了，盯着他！他跑了。咱怎么不打呀？等等，他们不能暴露。哦，you
险。敌人拿你的尸体来炫耀，我请求你立刻离开。大将军说的对，小姐，你们走吧，我留下来。不行，我不能让杀死我丈夫的人再次从我手里溜走。军警，我留下。你放心，我保证打死臧文兴。大将军，你这么走，我就自尽于此，为大日本蒙羞的耻辱负责。在你面前剖腹自杀吗？大野君，小姐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不会放过那个丧明星。大野君，
妹子，记住，一定要活着回来。小金，你放心，一定要照顾好自己。必须引他开枪。小姑，有手榴弹吗？有。
谢过，把手给我。我没事儿，哥。忍着点啊。哥。嗯。还有鬼子吗？应该是没了。打死一个，有一个不知道是死是活，好像给他跑了。 小心点，不让我躲你后面。真是个女的，活该！一个女人不在家待着，跑咱们中国来干什么呀？ 快点，走了。去那边看看，是。 回去了吧。